immagino.钱包忘家里了，我怕你以为丢了手机了。
请家里人造家套的，那个人套现在也爆发了，如果牛皮就没有意思了。
做怎么办？
别讨论起来什么。我呢，不会介入任何人的婚姻事。你觉得我是在上面有真朋友？在你和罗宾之间要想晋升你的高级合伙人，你不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你吗？我真的觉得，我只有用。什么？行行行，面试。你要我啊？过来过来过来！你是要我吗？过来。很羡慕这话。怎么了？手套不满了吗？这什么发卡？这个。啥来着？阿姨没事让你带点水吗？我们都这么模糊啊。